一明秀园九五麦号明秀园服战队宙斯普陀以及159小梅沙战队物理老板九五哥将退游麦号出售所有装备宝宝。九五哥十一段六故伤宙斯普陀的离开将会让明秀园服战队在 PK 当中少一套携带宙斯普陀的打法。二熊鹰领叶总买封印流云项链，熊鹰领服战队舰队核心叶总的更新一直在不断进行当中，他又买下了一条160封印流云项链，这条项链初始灵力高达240，还有拥有很大的熔炼空间，非常符合如今175地听横行的版本。三熊鹰领李总买17段破血头，李总第一长账号转到熊鹰领之后已经成为了服战队的主力花果山，近日他买下了一个17段的破血头，让自己物理号的17段装备达到了3件。四熊鹰领李总买13记神马善恶，除了装备之外李总的宝宝也在持续更新中，他又买下了一只13技能的神马善恶童子，工资达到了1717点，资质非常完美。五绍兴剑湖化生麦号，绍兴剑湖福战化生麦号上架了不少自己的装备，其中一件160水清男衣服，15段后防御达到492点，体耐双加59点，属性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绍兴剑湖之所以能多次挺进福战16强，硬件还是非常给力的。